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第一章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为他做见证，喊着说：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。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，问他说：你是谁？他就明说，并不隐瞒，明说：我不是基督。他们又问他说：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他说：我不是。是那先知吗？他回答说：不是。于是他们说：你到底是谁？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。你自己说你是谁。他说：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，他们就问他说：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约翰回答说：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，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。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就是我曾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约翰又作见证说：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
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再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，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，拉比，在哪里住？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。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时约有申正了，听见约翰的话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又次日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。这腓力是伯赛大人，和安德烈彼得同城。腓力找着拿但业，对他说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拿但业对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说，你来看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，就指着他说，看哪，这个是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拿但业对耶稣说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拿但业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对他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